咱人吼活到这个年岁，上重要的就是要身体健康啦，安尼才袂造成囡仔负担。哟，林大哥，哎，你点啊，老嫂？今仔吼，庙口有医生吼，要来帮大家做身体检查啦。啊，咱这钟头哦，割你割你才上赞啊！我想讲，我要拜托吼，你帮我送一挂粿啦。我等你先来送粿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先来吼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你。送菜来好分啦。这护士啊，医生也辛苦。哎呀，哎，无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太好啊，共感谢一下啦。哇。来，这哦，没有恁提上来啦。哇，这高丽菜这么水啊！哦，哎，水哦！啊，你就来，纯粹来做一下大肠癌的筛检啦。哎，对啊，哎，免啦，我身体才健康，我检查啥？好啦，像你这年岁，政府安排已经差不多六成人拢做过啊，来做一下，免啦，简单，简单。蔡英啊，做些工活要做下来，我先来做。既然来啊，就先做做一下啦，林大哥，先做做一下啦。来，林大哥来检查一下啦，哈。那嘛一个好意啊，未占上偌济时间啦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我来讲，未听。上重要哦，更免开钱，迄政府补助的呢。嘿，有做看医生啊，是啊。其实嘛，足简单呢，咱就是讲打开了，屙一撮咱的大便，啊，甲放入去。隔天你摕来给我，其他拢交给我做，遮简单，吼。嘿，无麻烦，你继续填。啊，你有早健保卡无？啊，有啦。好佳哉，你是讲你怎样甲我扭掉的？叫我去做大肠癌的检查，我真正是想袂到。本来我若准我足健康的，啊，不过啊，医生讲的够准算啦。经过医生的确实诊断了后，我得了第一期的大肠癌。好佳哉哦，发现了较早，用大肠镜解决出来了后，慢慢手术真紧就好啊。咱人的身体哦，就亲像这个菜园啊，有真侪小毛病哦。可能拢比伫咱看袂到、嘛感觉袂到的所在。若要发现这小毛病，一定爱去检查，就像我咧掠这个菜头同款啦。到咱这个岁数吼，健康养健是上重要的，所以每两年哦，拢爱定期来做大肠癌的检查。政府补助50到74岁的民众，每两年做一摆大肠癌检查。